仁市政府是率全国之先啊，那是郑文灿郑市长他在2014年12月25号就任，那他就决定在隔年好的愚人节4月1号当天哦，就说率全国之先成立了这样子的青年事务局。我们主要就把16到35岁这个区间的青年朋友们，那所需要的这个需求，那我们成立一个这样专责的单位来服务青年朋友。那确实这样子的措施，我认为非常有远见，因为桃园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好，那所以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好落地生根，然后也在这边求学就业，甚至未来在这边成家立业哦。那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专责单位，那我们这个共同的来为青年朋友打造桃园作为他们更适合这个永远的家。那我们青年事务局这样从2015年成立至今，那我们其实主要有这个着重在三大领域。好，一大块领域就是在希望鼓励年轻人有更多元的发展。那第二大块则是鼓励有创新创业的这样子的生态圈，那最后一个则是希望桃园年轻人好可以更勇于的参与公共事务。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新的单位，其实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我们说我们鼓励创新创业，我们自己青年事务局就是一个新创单位。好，所以这一路走来其实也蛮辛苦的。那我觉得最大的关键是在于说，真的感谢我们局的所有同仁。我们是公务人员，但我们是公务人员是最勇于这个改变，也是最勇于创新的一群。我可以相信你可以在青年事务局真的找到我们的公务人员跟外面的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公务人员是截然的不同。那我们第一个是出于服务导向，好，服务年轻人为主。那第二是我们的业务是不断的求新求变。那所以在我们青年事务局，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在一些业务上面推展有成，其实真的很感谢都是同仁愿意跟随我们这样子的不断创新创业的脚步。我认为其实这个从郑市长他从第一任到第二任，我觉得桃园有非常大的进步跟这个创新的活力的展现。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桃园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当然大家这个习以为常的认为，好，我们桃园最大优势大概是这交通的点位，因为我们有机场，我们有高铁，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对于台北的生活圈我们也是交通非常便利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捷运路网开展之后，那除了这个交通的这个优势之外，哦，那大家也比较常可以在报章上就看到，就是说桃园其实是台湾的工业重镇。好，我们桃园哦，这个工业产值一直是全台湾这个第一名。好，就是说其实在桃园我们各式各样的生产聚落都非常的完整，哦，串联的上下游。但除此之外，我认为第一个桃园我刚才有提到是非常年轻的，这个年轻了展现在我们有16所的大专院校。好，那这个相关科系有学群都有。好，那除此之外，这个我们也看到我们桃园现在也因为人口的成长，所以各项的商圈好其实也就是极度在发展当中。那我认为有这样子的先天的条件，其实代表桃园是一个欣欣向荣，而且刚才讲年轻有活力。那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也是青年事务局跟我们桃园市政府一直现在在做，就是我们要怎么如何让桃园好这个更是一个充满了创新的城市。好，创新这件事情刚才除了就说公部门要创新，我们看到这个学校也在创新，大专院校其实现在提的也都是创新。那我们看到像我们自己桃园市的教育局的各个单位，其实也把这样子创新的施政目标好这个继续往下扎根，并且在落实之中。那作为青年事务局，
那我们更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平台，可以串联这样子的各大专院校，还有社会青年，可以鼓励把这样子的创新的氛围，真的可以这个一步步的落实，让更多年轻人不害怕创新，不害怕追求这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桃园，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优势，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努力当中的。我自己这样子在公部门服务，我大概有很深的体验呐，哈，也有很多的心得。那我认为，对于公务人员来讲，这个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哦，是第一个要信任，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充分的授权。好，那我指的信任是说，这个在行塑组织文化上面，过去大家可以在组织文化上面，大家有的时候常常是以防避心情出发，好，以防避的这个要点好来出发，但你一旦把这个规范做得太死，就丧失了大家好可以发挥的空间。那另外一个是充分授权，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有了充分授权，大家才敢愿意，好，也才有那个主动性，好，这个计划交到我的手上，我有充分的这个授权，我从规划到执行到后面的检讨，这件事情才是我自己的事情，而不再是哦，我被交办。这个只完成了这个计划当中的某一项而已。那当然，第三个我觉得很大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公务人员来讲，其实是要这个给予成就感的鼓励。就是说，因为公务人员不像一般外面的公司行号，你做得好可以分红，好，你有很实务的津贴奖金，但公务人员不是。但我认为以公务的人员的特质来讲，其实你给予这个在业务上面给予肯定、给予成就感，其实我觉得那个对于年轻一代的公务人员来讲，那个是非常重要前进的动力。以青年事务局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是创全台之先啦，吼。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没有一开始没有所谓对外面的竞争的，就是因为就全台湾就只有我们有，好。那当然，我们自己也历经非常多，自我调整步伐，那这个检讨改进，那这个努力做得更好，好。所以以青年事务局，我不认为我们是以这个竞争好为我们的这个业务导向了，而是说我们确实每一年也会在检讨，是说我们的自己的计划。跟活动是不是有切合这个青年朋友们真实的需要？好，那从活动的主轴到办理的方式，那也随着现在讲说网络时代的来临，我们其实也不断在检讨。像我们过去开了非常多的这种实体的课程讲座，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网络的操作，可以真的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哎，原来我们想要传达的是怎么样的理念？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提供的是怎么样的课程的资讯？所以，其实，在操作面来讲，我们也是不断在检讨。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其实就会是希望让我们自己的业务，让市民真的能够有感受。好，这是我们不断在鞭策自己一个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哦，这个当然，新科技跟新应用，都在桃园市政府各个部门，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应用。那无非就是希望可以更贴切、更贴心的来服务市民。好，那除了我们有市政的 APP 之外，那我们也有推动非常成功的市民卡。好，那这市民卡这个结合了悠游卡的功能，所以你可以消费。那当然，它也可以也结合了像是学生证。好，跟社区大楼的这个识别卡，好，所以在这个新的科技应用上面，其实层面真的非常的广，甚至我们连水情都有做一个 APP。好，那这个除了是帮助市府在这个碰到水情的时候可以做立即的应变，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年这个桃园下大雨，好大雨，好，那外界开始新闻有传说这个某个地方好这个下雨，那因为河水暴涨导致淹水，这个我们市长第一时间就上水情 APP， 那我们水情 APP 它及时的连线到这个地下水的水位，还有那个河川的水位的状况，所以立刻知道就说，哦，那个不是因为河川泛滥，那个是因为某一个地方它自己的水管破裂。好，那所以其实这个会第一手就可以掌握这个灾情的变化情况，然后并且做出最快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市政上面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工具。那当然对于市民而言，他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他就可以及时查目前的降雨量的情形。好，那当然这个市政上面有太多的这样的应用，包含空屋好的这个黑盒子的这个部件，好，因为桃园工业区也多。好，那我觉得在每个层面我们都希望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新的科技，好，作为这个市政的服务。然后又特别是我们接下来有桃园航空城这样子的计划，所以无论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5G 的服务，好，或者是未来自驾车的试营运，好，那这个物联网的系统等等，其实目前都在桃园已经在逐步的落实以及实验当中，都希望可以利用这样子新的科技，我们来服务民众，达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市政的效果。那当然以青年事务局而言，我们认为青年朋友在这个所谓产业变化的这个现行的状况之下，更应该要掌握这个变化的趋势。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跟我们所有的大专院校来合作，我们希望做的是补充大专院校的一些大家可以互相互补的部分。所以像我们自己有推动的是创新产业的媒合实习，好，甚至是职场的体验，无非就是希望学生在学校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的知能之外，他可以有更实际的第一线接触到这些创新产业的机会。那当然像很多像这种这个人工智慧机器人相关的领域，我们也跟桃园大专院校来做合作，那推动更多的这种实作的课程。那其实我们这样子办理下来，大专院校的学生跟校方、其实都给我们的回馈是蛮正向的。这也确实是我在青年事务局服务这些日子以来感受很深，是其实青年朋友都非常的有热情。好，那当然缺的大概就是一个舞台让他们去展现。所以你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这个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好，或者是在推动这个社会型企业，好，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年轻朋友对于我们的社群，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所有事情，其实都非常的这个希望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所以这个热情是我在青年事务局的每一天我都会感受到的。讲一个最简单好了，我们鼓励年轻人这个参与公共事务。好，那我们把志工服务其实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好，因为志工服务你就是要先这个奉献。好，那这个你开始对于周遭人事物开始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对于年轻朋友来讲，你参与公共事务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有一年在做这个青年志工活动的时候，好，这个有两位这个观音高中的女生小女生，然后她就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的活动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轻盈共识，就是让年轻的志工带领长辈一同用餐。那当然中间我们会设计很多桥段，例如说要请这个年轻志工如何带领跟长辈们聊天，好，那讲出他们过去的故事，好，那甚至说这个年轻志工带领这些长辈们做操、跳舞、唱歌等等。好，那当然这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尴尬，
我后来就问，就说那些年轻朋友，是家里面不一定都有机会跟自己的这个长辈们用餐了，好，所以就更何况是对外人。那可是我在那个现场就感受到，就是说从一开始那个两个观音高松女神怯生生的样子，但是那天的活动结束之后，他就来问我说："局长，你们这个活动还会办吗？"我说："会啊，还有好几场。"那我可以带我的同学来吗？我说没有问题，非常欢迎。所以我们那一系列活动，好，每一场这些观音高中女生都有来，而且她们每一次都带新的同学来参与。那甚至在那个活动的现场，我也看到那个同学的表现是有非常惊人的变化，或者说那个画面从一开始很怯生生，到后来他会主动。去找长者聊天，而且他们会自己设计议题，那甚至大家也会带领其他的学员同学，就说也不会冷落其他可能刚进来的这个年轻志工，会带领他们一起去跟这个长者互动。从那个当下，我其实那个回馈是很深的啦，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就说，年轻同学对于这个展现对社区、对于长者的这种热情跟关怀，其实非常惊人。那所以我们在这些活动上面，我们都真的是非常鼓励年轻人可以踏出那一步。所以从志工的活动，我们鼓励去了解你的社区，了解这个这个你周遭的长辈，那关心动物保护的议题，那除此之外，当然我们也鼓励像是，这种在地创生，所以在桃园我们看到非常多可能过去在其他县市就学或者是就业的年轻人，那他们其实非常想要回到家乡来发展，那透过我们青年事务局，那作为一个平台，那他们开始有一些机会，像我们。这个最成功的案例大概就是在龙潭有一个林潭街，那林潭街它其实是在龙潭的这个市区，市区的一个这个很精华的地段，但它以前作为市场，但荒废非常久，那后来常常会变成是市区的一个治安的死角，而这一整条路都黑漆漆都没有人，那就有几位这个年轻人。他们希望就是说，展现他们过去阿公阿嬷带他们在这条菜市场上面这个逛街消费，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记忆，他们希望可以活络这个地方。那后来跟我们青年事务局透过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就是这个让社区的年轻人那共同讨论说他们要如何活化。所以他们是有一个这样审议的过程。那审议过程之后，我们只提供非常少部分的补助，让这些年轻人发挥他们的创意。现在龙潭林潭街就摇身一变，除了这个是极具特色的市场之外，当然也非常有开始有一些年轻人愿意回家乡，在那边驻足，然后开店，然后甚至现在这个林潭街已经成为龙潭当地一个。非常具魅力的一个这个景点，然后特别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这大家都指明说我要去林潭街过圣诞节。那所以从志工到刚才讲的在地创生的计划，甚至到鼓励年轻人这个投入这种社会型的企业，它出发点其实都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对于社区的关怀，那我其实很庆幸我们青年事务局可以来做这样子的推手的角色因为这个从中当然很辛苦，非常辛苦。那是否成功，我们常常也不敢挂保证，但我们认为有尝试，然后看到那个年轻人心中的热情被点燃，我觉得那是我们这个做的最好的事情。当然，我们青年事务局，我们这几年来也办过非常多的竞赛，那或者是这样鼓励的活动，无外乎就是希望鼓励创新。那所以像我先前有提到，就是说，
大家期待的是政府要创新，好，那教育体系要创新，其实各个部门都应该要创新，私部门要创新，公部门要创新。我们又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台湾，对于桃园，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热情。好，那我们期待的是说，是否是可以透过这些年轻人的这个眼睛，透过这些年轻的脑袋，那也透过这些热情的这个关怀，那他们可以带动更多市政上面重新的思考，更多创新的思考。好，那我其实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曾经有机会到以色列去访问。以色列大家都知道它是创新之都，创新这个处处都在讲创新，所以我去到那边，我原本想要针对这个创新创业创业这个部分来做这个交流，但我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是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好，无论是公部门，无论是私部门，无论是教育单位还是个人，他们其实都是在讲创新。好，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说把这样子这个大胆的创新啊，这样的态度带到我们这一次跟 ATCC 的议题的合作上面。好，那这个议题我们希望可以看到桃园，我们正在这个努力好建设桃园，也希望桃园未来朝向更永续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市府除了自己有做我们的这个永续发展的计划的这个报告书，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年轻人的角度，好，是不是在生活中只要有更多的事情是可以有创新的发展。那因为桃园很新，好，我就说我们还有很多像航空城的计划，好，那我们这个路网也正在这个绵密的筹建当中，好，那很期待就是说以这样子年轻人的思维，是否我们在这个生活在桃园这个年轻的城市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桃园也做一些事情。我自己有一些小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小细节出发。好，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募资平台很夯，对，那通常看到募资平台上面，你看到这个产品或服务，你有没有那种经验是说原来这也可以变成一个主题？其实这个主题都在我们生活周遭，无论是一个更便利更环保的便当袋，好，或者是一个更好携带的投影机，那其实这些素材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好，那当然我这边也希望鼓励年轻人是说，其实创新也没有到门槛这么高，或者是高不可攀，这些素材都在我们生活之中。好，无论你今天觉得哇，这个怎么我每天要追垃圾车啊，好不方便啊，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垃圾车这件事情倒垃圾这件事情更方便，或者是这个我们现在说我们保护动物，好，那但我们还是有看到这个无论是这个这个路边，好，有这个大家遛狗的时候有些排泄物，好，那我们现在桃园市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努力，例如说我们有这个宠物的友善公园，好，那我们也这个花一部分的经费在做这样子的这个推广跟教育，好，那但似乎是不是才可以做得更好？好，所以其实很多素材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我觉得从生活的角度出发，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那个就会是最真实也最在地。我觉得桃园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但其实台湾也不大，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大家的生活今天都在这块土地上，那大家看到我们的题目，第一个我们希望促进的是永续发展，第二大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什么模式或者是方法可以让公司
部门一起来合作，好，或者是民众跟政府部门可以一起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很多事情只有政府只做，或者是有些事情是只有民众在做。那对于城市的永续发展来讲，怎么样透过跨领域的合作来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那我认为其实这个不一定要有完全的什么桃园在地的经验。我认为其实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你有这个台中、台南、高雄任何经验，其实我都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其实在这个现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好，那可是最严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过去联合国一直在倡议更永续的发展，我相信在此时此刻，这个所有在观看影片的这个全球的青年朋友，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而原来全球化跟永续发展这个议题是如此的深刻，所以以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我们这次推动的这样跟 ATCC 的合作，我们也希望以这个台湾地方政府的这样子的角色，鼓励更多的年轻朋友一起来投入，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治理，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参与，那共同的来打造，更具永续发展的城市。那这个议题其实不止发生在桃园，也不止发生在台湾。好，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全球大家都要共同来参与响应的主题跟活动。也因此在最后，这个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要鼓励青年朋友们勇敢的来参加这次 ATCC 的挑战。这个运用你们的热情，运用你们的创造力，看如何为桃园打造成更具永续发展的城市。